他们把大笔的脏钱汇入到装饰黄金。你用你企业的公款接我手里的股份。企业之争就是股权之争。你说我能成为比尔盖茨吗？为什么要上市？成为 number one。 这是什么？这是智。你除了带麻袋装钱还会什么？今日就按层楼当系帮我呢一铺啊！俾你蚀晒啲钱啊！我哋瞓街啊！人生变得淡啦，为咗钱，乜嘢都做得出。你就是为了你自己的一己私利。被收购才是救命，做公司就是打仗，合伙人的意义是占有。